已经不是早安了，午安。我刚刚就是把早饭做了，然后把午饭做好了，现在就是来整理一下那些脏脏的锅碗瓢盆，然后和样一起吃一个午饭。今天样就是 day off 休假一天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昨天我把他的腰给弄着了，就是我们家不是那个小黑沙发吗，我就说你想躺的话就是躺在我腿上，然后头就是朝沙发那一个靠垫，腿就是搭在我的腿上。结果没想到还没完成一整个动作就把腰给拧着了，然后他今天就是休假一天，我还给他猛猛的喷了好多的云南白药。
那我们就来清理一下脏脏的锅碗瓢盆，把它整理干净。很奇怪，你知道吗？我隔壁的邻居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从他们那边传来了一股青椒炒肉的味道，而且是非常地道的成都口味，有你可以闻到豆瓣酱还有甜面酱的味道。洗碗的时候肯定需要调一个 YouTube， 我给你们分享一下我喜欢的 YouTube。 我很喜欢这个女生，叫做 Saffron，他的全名叫 Saffron Bock， 应该你们听过吧，就是这个哒哒哒哒，我很喜欢他的频道。大家现在是午饭时间，我准备煮一个面，因为上午不是炒了这个香喷喷的韩式羊肉嘛，然后就准备给它当一个哨子，这样卤子这样子来拌面。现在我们就等水烧好，然后煮一个刀削面。我给你们看我买的刀削面，我的刀削面，台湾刀削面。我现在真的很喜欢买台湾的东西，就会觉得要标准要好一点，质量要好一点。那我们趁着煮面的时间，我想打一个果汁，蔬果汁。我刚刚去了 Morrisons 一趟，然后回来买了这个椰子，还有小黄瓜，加上一盒蓝莓，不知道这三个打汁的组合好不好喝呀？打出来的效果，我们先来试一下。先切一个小黄瓜，这个黄瓜还没有 Costco 的黄瓜质量好。我们再把蓝莓倒进去，再来一个椰汁，我感觉超级的疗愈耶。会不会太丰盛了？会不会太满了？全弄的椰汁？嗯。没有水？没有。会不会太甜？不会，100%纯椰汁吗？我要给它使劲的压下去，就是一次性打完嘛，就倒出来就是两杯。不是还有一个这样那个吗？然后放到两杯里去打，不然一次我怕分出来很快。应该不会。不会。它的动力很足。我的果汁打好了，现在来倒了杯子里面。我本来说想倒的，哎呀，确实是有一点太浓稠了，咋整呢？它为什么打不散呢？是不是要多打几下呀？因为它太满了，它就不可能全照顾到。我建议这样嘛，再拿另外一个杯子，然后倒一半在那一个杯子里面，然后再各自加点水，然后再重打。好吧，需不需要再打一遍吗？就是口感不太好，好像也不用哦，挺软，那就不用了吧。你尝一下。哎，我这还准备了吸管。哎呀哎呀，慢点慢点，我鞋子。老公，我给你也准备了一个吸管。但是吸管会堵住，就是试一下嘛。要不再倒另外一个杯子，再加点水，再打一下。嗯嗯，好喝，就是。因为那个蓝莓的皮它还没有打散，所以就是有一点咀嚼的感觉。哦，还有黄瓜呢，里面可吧，这个颜色确实不是很好看，但是下面沉底啊挺好看。可以一起放吗？可以，两个人两个，那个这绝对不小的。
这个不是很好养。好，那就是大概率是没有了。挑战倒计时，最后五秒钟。这就是我今天早上炒的那个韩式羊肉，因为上午 I'm so sorry 我忘记开摄像头了，所以就没有录到我弄羊肉的那个环节，就是羊肉先要用一些料来腌制一下嘛，所以就没有录到，不过没事，反正也就是放了生抽老抽，料酒香油就没了。好吃啊，好香啊，好吃啊！我们这个日常工作呀，帮大家慢慢设防。我们今天看的是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，不对啊，喜剧之王单口记。啊，平时也会私信我一些建议，这两个不同的节目，劝我辞职。不好意思，你说这是领导的意思，还是更多的时间写段子？嗯，说的我也好吃。惭愧，我说你以为我什么时间？嗨，大家，我又来了。刚刚午饭吃完了，想冲一个茶。我给样泡这个台湾高山茶，就是在荣业行买的，好喝，很好喝，而且茶香味真的十足。那它这个杯子就是上一支影片我开箱的，它很好用哎。两杯可爱的茶就泡好了，然后我们再来盖上可爱的小盖子，哒哒，完成。上茶啦！哎呦，忘记跟你说注意闪。最后想跟大家分享一把我刚买的书，它是叫 The Creative Act, A Way of Being。 这个是我在一个 YouTuber 他的频道里面看到的，偶然间发现，就是这个书已经是两个月以前就有的一本书了，他说这本书挺火的，而且他就是想提高一下自己的视频的表达和他的创新，所以他就买了这本书准备看一下，里面有很多的小 idea。 那我现在就要去看书啦，如果你喜欢本期的视频的话，不要忘记按赞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把它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们，谢谢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